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Hello， 嗨。我是龙老师林乔，我是听人老师如君。哎，林乔，现在开始上课，你那个偷吃什么？坏坏，手语教室的助理啊，帮我买了好吃的水饺当晚餐，好香哦。忍不住哈，就先吃了一个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哦，好大的水饺，是，看起来哈，好好吃哦。这样闻到，肚子也饿了。所以各位手语教室的同学，你们吃过了吗？有吃了吗？有，还没。如果还没吃没有关系，今天的课程主题是台湾小吃，有名的台湾小吃，连乔老师要做东请大家，好不好？一起吃，吃丰盛美味的 大餐，台湾小吃，开始上菜。开，手语词汇来开始。第一个，小吃，造字，一个二，一个一，小吃，小吃，对，我们这个小吃就照字面，有好多好多的小吃哦。好，下一个，好吃，手语有三个哦。第一个，拍拍脸颊，好吃，通常要有表情，好吃。第二个笔法，吃，好吃。吃加好吃。第三个，吃棒，也是好吃，是棒。好，三个哦。第一个，第三个，对，好，这个都是好吃，会哈。再来香，闻到香味，这个很简单，香。好，下一个，软，东西软软的，软软的，软软的，女生软软的是什么意思？女生很温柔，温柔。男生呢？下一个，硬的手语，刚硬，刚硬，这个六十的手型，硬，硬，像什么呢？叫，如果这个手语放在嘴巴前面就是叫，哦，叫，硬，放在脸颊是硬，叫。还有哦，这个硬哈，你要看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厚脸皮，脸皮很厚，厚脸皮，厚脸皮。硬呢是有一点，有一点弹回去，硬。好，下一个手语，酸，捏着一个啊，圆圈圈，酸。酸，这个表情就很重要了。酸，不要太夸张，这样太酸了，不是这样哦，一般的酸就可以了。酸，好，下一个手语，
甜。手语有两个笔法，第一个甜，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叫甜呢？小孩子啊，吃完糖以后手会这样擦，啊，舔一舔就是甜，甜。另外一个手语，用两个手指就可以了，甜，甜。要注意哦，慢一点甜，如果快一点，这个是什么？不喜欢，这个是手语的不喜欢。慢一点，甜，甜 ，OK。苦，我不要苦，苦呢？握拳敲一敲太阳穴，掌心朝后，苦，苦。这个，当形容词就是吃的东西很苦。啊，第二个如果是动词的话，好累哦，好辛苦哦，都可以。年轻人要先苦后甜，知道吗？教一遍，先好苦，然后甜。成语哦，成语哦，四个字的成语会了吧？好。下一个辣，手语有两个笔法，第一个有一点手指这样辣，吃东西哦，好辣好辣，手会这样抽一下就是辣辣。第二个辣，不是这个是大笑哦，分开。这个是大笑，这个是辣，辣，我喜欢辣，我外省人，但是我身在台湾，已经被打针，习惯吃辣了。辣，问一下，喜欢吃辣的举手。喜欢吃辣哦，只有金门的阿芝不喜欢，其他的一点点辣哈，一点点辣，嗯，好，这个咸要有表情哦，咸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在试味道啊，拿起来可以比手语加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吃牛排的时候要撒盐啊，胡椒嘛，胡椒有这个的，有哈啾的话就是胡椒，哈啾。这个呢是盐，咸撒一撒是盐巴，好，咸。啊，如果哈啾的话，撒一撒哈啾，胡椒，哈啾，不对哦，要先撒盐才会哈啾，才是胡椒，因为你会闻到味道，撒了然后闻到味道才会打喷嚏。手语的语法啊，意思是说你不要，啊，先你要先撒再打喷嚏，不能哈啾，这样就不一样啊。好。OK， 下一个煎动作，煎鱼啊，煎豆腐啊，煎的种类有很多，像是煎蛋，先打蛋然后再煎，水饺煎就是煎饺，很多种类。你们女生会煮饭的应该都要会这个手语吧，煎，煎。我会不会煎？会，煎不好，煎不常常煎会变臭。好，所以我不敢，对了，我自己吃可以。好，下
下一个煮烧蒸煮，这边一个锅子，下面有火，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笔法。煮，还有煮，小笼包啊，放在上面，下面有水，然后再蒸，对不对？所以就，水，这个火，火在煮，好，三个，第一个煮，第二个煮，第三个煮，都很像，这个是火的意思，火在下面烧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手语大同小异，就是提供参考。好，下一个手语烤，看到这个烤有点串烧这样，串烧的烤，你们知道吗？哪一种情形会遇到用这个烤肉的手语？什么时候要烤肉？中秋节，月亮升起来的节，中秋节，对，中秋节要烤肉，大家都喜欢，小孩也喜欢，年轻人喜欢，老人不适合，但是我也喜欢，意思是你是老人就对了。皇上吃饭，吃饭皇帝大，这个意思。好，下一个炸，啪，有没有把那个东西放下去？煮东西啊，然后把东西丢进油锅里面炸，炸，炸的种类也有很多哦。待会啊，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看到炸。好，下一个贡丸。手语怎么比呢？挖一坨，挖一坨，他的动作做贡丸是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人家都是这样一坨一坨挖起来，贡丸有很多，什么猪肉的就是贡丸，鱼这是鱼丸，花枝丸，还有什么丸？还有虾丸，有没有假的啦？有，但是假。我不太会炒菜。好，贡丸。好，下一个水饺，捏水饺，捏水饺，捏水饺，它的形状，你看，水饺，又是。水饺，水饺，这个应该都喜欢哈。小笼包，一笼，然后里面一个小笼包，也不要这样比，只要一个手语就好，一个小小的，然后一转，小笼包，小笼包。如果大一点的呢，就包子。包子，小笼包小一点，小笼包，小笼包 ，OK。下一个哦，珍珠奶茶，喜欢啊，喜欢，喜欢，奇怪，怎么没有放？因为喝一点点，偶尔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常常不行。原来，好，对呀，对对，大家分一分，大家分一分。那个好，先教这个珍珠项链，珍珠嘛，一串项链，珍珠奶茶，这是茶叶，珍珠奶奶瓶，吃奶嘴，然后茶叶一片，一片，女生都很喜欢吃。但是因为报纸常常啊说这个喝多了不好，影响身体差，又会变胖。对，
但是外国人喜欢，难怪呢，外国人喜欢甜食，就很多人都很胖。对 ，OK， 下一个蚵仔煎，蚵仔又挖的，然后煎蚵仔煎，你们看哦，手语蚵仔。蚵仔就有三个笔法，第一个用挖的蚵仔，第二个用挑的蚵仔，第三个挖眼睛蚵仔。这个是南部的手语啊，南部的龙人跟我说，因为蚵仔长得跟眼睛很像，很恶心哦，很像挖出来的眼睛。所以叫蚵仔，好，可以用这个蚵仔就好了，蚵仔，老手语是这样挖眼睛，蚵仔，是，好，下一个，蚂蚱，这个手语，食指和小指翘起来，对，然后缠线，这个肉粽最美了，手语，肉粽。你们会包肉粽吗？阿嬷会而已，阿嬷会，其他的年轻人呢？我们会吃啊，会吃肉粽。我们去不了你家，可以来我们家，我先买啊，买然后给你吃就。OK， 下一个臭豆腐，臭豆腐。臭简单哈，臭豆这个是花生米啊，啊，这是豆腐软软的。第二个笔法，臭豆腐啊，一块豆腐站在那边动来动去的，臭豆腐。第三个笔法，臭豆腐方块的软软的。好，臭豆腐，反正就是软软的就对了。豆腐这三个，记得哦。好，下一个，炸鸡排，鸡排一块，炸鸡排，炸。另外一个手语，你可以小块的是什么？盐酥鸡，鸡块炸，炸鸡块，好，炸鸡块。如果那个鸡那个字排的话是这样，肋骨啊，鸡排排，好，肋骨，好，大概猪排，好，牛。排，好哈 ，OK， 好，骂完，用剪的，剪开就是骂完，嗯，骂完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香肠，三个笔法，第一个猪，一节一节一节，猪，一节一节一节。香肠，第二个笔法，猪塞进去，塞香肠，猪塞香肠。我跟你们说哦，我会做香肠哦。两个笔法，好，下一个手语，串冰，串冰，这个应该很清楚吧？哈，哎，这个串冰机，哦，夏天吃串冰好舒服。这个串冰机老人看到比较多，年轻人现在渐渐少，都这样滴，这是电动的。以前是这个，对不对？以前的串冰，好，是这样，现在都机器了，按噗就机器就出来了。嗯，串冰，
OK， 好，那我们要来复习手语词汇哦。是，嘴巴闭起来，跟着我们比一次哦。现在要开始绘画哦，但是绘画我们一开始先不说话哦，你们看我们来对话，好。OK， 看懂吗？好，我们开始来一句一句。第一，台湾小吃很有名。是的，你喜欢吃什么小吃？我喜欢吃臭豆腐，又香又臭。我喜欢珍珠奶茶，软软甜甜 QQ 的。我喜欢鸡排炸很大一块。
小笼包好好吃，一笼有八颗，热热的，还有霸王炸甜辣酱淋上去，赞！骂完，我喜欢真的，真用真的，软软的。但是天气好热，我们两个先吃串冰，好好好，串冰一人一碗，吃串冰啊，好冷哦，手语会吗？记住哦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猜谜喽，你们看哦，看。连桥老师的动作，你们猜老师在吃什么？知道的举手哦，举手。好，好，第一题，台湾小吃什么？哦，阿嬷举。哦，阿姿有举手，好，挂啊！阿姿，你猜什么？挂包，对不对？阿嬷也说挂包，好，来跟老师学一次，割开塞肉吃，啊，割开塞肉，挂包，好吃，好吃。第二个，有名的基隆的，再看一次哦。冰糖，阿嬷你说什么？什么冰？冰沙哦，他说冰沙，冰沙好像有一点像哦。对对对，冰沙，你要他打完，他要倒过来，倒。提示一下，基隆啊，基隆有名的，哎呦哎，逸婷陈逸婷泡泡冰哦。君你答对，爱吃哦，爱吃哦。下一个，阿嬷举手了，什么？锅贴，对不对？四海游龙呢？锅贴，对，来看连桥老师，饺子，然后。煎就是锅贴，饺子煎就是锅贴。好，下一个看哦，好，那个哦，知道马吉对不对？答对，花莲人哦，花莲人对。是吗？哈，对，难怪知道。下一个哦，看哦，什么？再打 ，Jenny 应该知道。Jenny 看起来胸有成竹，不啊啊。怎么好像有点复杂？有阿嬷猜中了胡椒饼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再一次哦，阿嬷很厉害哦。猪肉啊，哈，猪肉，然后圆圆的一个压一压，然后重点是这个要粘在那个粘在锅子边啊，
粘在锅子边。下一个哦，再一次，我刚比了一个，我觉得要比的稠稠勾勾的哈，然后有放一些这个，什么？四个字，阿阿米耍，阿阿米耍。真的不难，都大部分都是做的那个过程或者是它的形状，如果你忘了手语怎么比，你就想一下它的形状和动作就可以了。你怎么又开始偷偷又开始吃了？已经6:30了啊，同学的肚子一定饿了啊，你们要不要吃饭？你们要吃什么啊？有人吃牛排，谁吃牛？太过分了，还吃牛排哦，那么好吃，那么好，太好了，吃什么？王品牛排，我吃这个，你们吃牛排，好，那你明天等等。有没有人请你去吃王品牛排？等等等，今天上课就到这边结束咯。连角老师和如君老师，各位同学，你们可以去吃饭了。看那个陈芝琳的孩子在跟大家在窗边这样挥手呢。手语教室，我们下一次见咯，拜拜。还有，谢谢辛苦的工作人员，谢谢帮我们整理那么多的教材，去吃饭咯，拜拜。要不要吃？好，吃饭咯，下一次见，拜拜。